刚已经到南京了。刚出来，原来今天早上起来太早，走得太匆忙，忘记拿那个加长杆了，所以今天一天的视频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好的角度，稳定性应该也不够。那现在呢，我是走在这个路上去和小伙伴会合，目的地是江南剧院。小伙伴突然就出现在马路对面，来早了吧？啊？一路在拍吗？我们要拍一下那个面基的过程呀。到景区就马上是这个禅寺的门口，这条大道上面很多很多的红叶。没关系的，会到时候把你打码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走在一段比较长的栈道上面，目的地是这个栖霞山的最高点，叫什么临江台。可能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长江的风貌了。这一段路上，整个都是两旁都是这个红枫叶，看一下啊。垃圾里面的好多，你们不是要这样垃圾车内都要这样搞？有个老就有老头老太太看着呢。哎呀，那个东西要不踢过来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哦，这儿一个。好，第一步把这个汤释放出来，第二步我快点拆开。脚脚是能出来的，是不是从公司把汤包给吃了？有没有汤泡的？
信度条呢，这边是80%，我这边50%。可是我不要香菜怎么办？你要吗？你也不要，你也挑出来啊？这些就够了。都不要香菜，它这个点的时候没有一个不要香菜的备注选项呀，差评。还可以吗？味道？虾卷本子里面精华是它的鸭肝，其他地方卖的这鸭肝本子都没有这个选项。这都发什么了？不好，稍微带一点那种香菜，算了。你不要吃它不就行了吗？很难不吃到的。把这个里面有鸭的鸭胗、鸭肝、鸭肠，没有鸭血吗？好吧，有，没看到有鸭血，都没有鸭血啊！天哪，这个招牌原来是不带鸭血的。这挂。可能它里面已经有了，是吗？你看，鸭血它是，鸭血它没办法干湿分离，我错怪了。好，这是这个醋包。我靠！我都听不见，不要还有电视机的声音。这样，咱们把这个电视稍微给静一下音。汤包不错。这样吧。汤包不错。辣椒肉，对，这个我的鸭血粉丝汤这一波操作终于告一段落了，然后再开始拆这个汤包。就看不清。这里再放一些咖啡。哦，咖啡。对，这家咖啡点的是这个 Fog Cafe， 据说是秦淮区的咖啡第一名。是不是应该专业一些，把这个汤包放在镜头面前看一看啊？我发现这旁边就有家拉面，对啊，很多店的。哎呀，端下去喝。哇，醋太多了，酸。好甜呐，我还苏式的甜好多。就是这个口味。只是因为每天在找个地方吃那个蟹粉汤。吃完这汤包再吃这粉丝，索然无味。不会啊，只剩下酸味了。什么汤包？你爱吃吗？现在是你爱吃醋。对，不是桌子太矮了。要这样很饱的话没法吃了，这个完全要胃都顶住了。可以，就下午茶的时候吃这个感觉很适合。
不这么甜就不好，我爱这么甜口的。上差不多快十点了，我们刚刚结束了昆曲的这个欣赏，然后出来准备找一家地方吃晚饭。嗯，好像就在这个明瓦廊这条街来找一找，不知道这个点的话那些个小吃店还有几家是开着的。看到什么？那个锅贴店啊，就这条街上面，这我不是来过的。大中午的时候人可多了。啊？这条街中午的时候，就是饭点的时候人特别多的。你来过吗？来过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就这个这个。啊，我们到这一家叫什么什么？还挺多的。锅贴店，还不错，我们进去吃一下哦。来，我们这个已经点好，应该是。馄饨配这个锅贴其实感觉有些重复啊，就是煎的饺子跟煮的饺子。好，我觉得它在馄饨里面的加的那个味道有些重。嗯，不过荠菜的味道还是很香的。哇，今天还要订两万三千多。现在我早就退出了，我觉得现在我也没有暴露自己行踪。好像锅贴，这脆皮还是完美的。嗯，我觉得这个脆皮是锅贴，好吃好吃好吃，再煮。对，像是这个镇江水。这是玉米。Welcome to another day. 我们刚退房了，现在准备去吃早餐。哎，这是明城墙吗？是啊。哦，这中轴线上保留一段。哎，它的褶是在下面啊，好神奇啊！你看它的褶是在底部的。它其实像那上海生煎包一样，也是折在底下煎，上面那层是薄薄的。哪个是哪个？这是蟹黄。啊，先吃蟹黄吧。先来一些醋。有鸡汁的。我还想说，吃完蟹黄再吃鸡汁的，然后就索然无味。哇，这蟹黄能看到，太好了，值得等这么久。第二个就把它滴出来吃。蟹黄，吃的，把这个肉馅儿吃了。哦，哎，挺甜口的这个。就是啊。
哎，我当时真觉得吃了蟹黄盖世界感就真的有些索然无味。然后什么味道？还甜口的。越到后面时间越不够了，马桥花逛了一次。